帮老菩萨们健康检查的地点就在古坑乡的市场里。报名的老人家也相当踊跃，目前的人数已经高达了250位。这里的阿公阿嬷健检率低，因为到医院很远，还常常在里面迷路。在体检的时候，有些嘛，去对乌乱撞啊，撞个乱七八糟啊。年轻一点的，则是因为生意太忙，没时间。我现在做生意也无闲在家呢，结足紧的啦，免去病院都摆啦。上人说，有苦的人走不出来，那我们就把医疗送到偏乡。借由这样的方式，能够让他们对筛检有更多的认识，借由参与这个活动，对身体的身体健康有一些了解，做一些改善。大林慈院与当地卫生所和云林县政府合作，提供完整健检项目，一条龙服务，一次到位，也提高当地健检率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沈美君、张国辉、吴淑良，云林报道。